硬体安装说明，欢迎使用 Intel 无线显示技术硬体安装教学。请检查您的包装内是否含有下列配件：一、HDMI 线材；二、Y 带接收盒电源供应器；三、Y 带接收盒主机。首先，请将电源供应器连接后方插座中。HDMI 线材的一端，请连接电视或是其他视讯设备的 HDMI 孔，而 HDMI 的另外一端，请连接至 Y 带接收盒本体。